近日与助理一同回京的陈赫一身潮装走出闸口，迷了路，站在大厅和助理研究一番，最终确定方向向停车场走去。同行的助理一头披散长发，一身黑色休闲，背着黑色背包，面容娇美清纯，很是抢镜。陈赫主演的都市爱情喜剧《爱情公寓》系列中的好男人曾小贤，2013年1月，陈赫与女友徐静在相恋了13年后结婚领证，并前往马来西亚度蜜月。2013年9月14日晚，陈赫在微博发出了一张自拍，并配文字：“等了13年。”9月中旬，两人在泰国普吉岛举办婚礼。